痛！水把电线杆子弄那个了，水面刺激走火了，赶紧有关的人，这跟前的人赶紧给咨询一下。往哈儿提吧，好了，这下子庐山城要不也安逸？看到没有，这个水。好恐怖，人家在睡，看我还得冲。你干嘛娘来了喊救命？到了房顶高喊救命！救命！人家水好大，都在喊救命了。河上，你看嘛，游泳池河面上的水，全部泛滥，看到冒了河面了，冒了河面了，啊，这个真没看到，还在涨，还在涨，还在涨。是外头？谁了吗？来不了。下面就马上就穿流了，那里倒了一圈。倒了？差不多啊，就那个，那个抖，就是这里，就这个地方。他们拍的话就是那个坝子那样子看着没跑走再拍。影子大到了，右侧正门外，请不要过正门。转弯，再来过第二边。还有六千。